同埋九号交俾集前。好啦，荷花福星等埋橙衫嘅呢只热门嚟噶，全部马匹准备投堂三场四班千二米嘅草地赛大热六。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噶嘛，见到呢只色多福佢系快闸喎呢场啊。咁啊跟住第二位有呢只木火同名啦，最出飞龙降临六三龙凤情场第四，粉红眼罩第五，福气多多马林中间第六，橙衫荷花福星啊，内栏黄衫咧仲系应有好友啦，浅蓝衫尾四系嗰只梦幻战士啊，后边三只醒目再临啦，咁啊暂时垫下一对，同欢乐就拍住嗰只咧就双蓝。期嚟噶，转紧弯嘅时候，前面木火同明带头啊，咁啊飞龙降临跟住第二啦，色多福第三啦，六三第四位龙凤情长啊，内栏第五仲有应有好友啊，响出边粉红眼罩第六位福气多多啦，内栏第七位浅蓝衫红魔梦幻战士出边咧，尾四系嗰只荷花福星啊，后啲嘅嘛，内栏啊同欢乐啦，中间紫色头罩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咧就醒目再临，大我当双蓝旗啊，咁啊嗰只明月星辉系大万集，依家先入直路啊，好啦，最后二百零米，咁啊透出嘅嘛仲系呢只木火同名啊！咁啊，见到荷花福星咁啊，零舍劲啊，冲上嚟啊！再喺入边位置，仲有呢只色多福啊！马林中间入边追啲，仲有梦幻战士接近终点外边冚上嚟，荷花福星赢啊！跑第二名木火同名啊！咁啊，第三名系嗰只色多福，第四名有梦幻战士同埋福喜多多咧，就相当接近啊！依家嗰只明月星辉先过终点啊，出闸嗰度啊，有啲问题嘅。咁啊，结果呢只荷花福星外边冚上嚟，咁啊，赢出呢场赛事啦。改变少少跑法，换咗配备，木火同名咧就摆前走，有冇第二呢？应该第二啊，色多福第三，福喜多多跑第四。六号荷花福星咁啊，三点一倍换啦，国能今日胜出啦，跑第二名咧就系爆嘅木火同名啦，毛显东第三名，首六色多福啊，黄俊第四名咧，后上二号嘅福喜多多何泽尧啊。明月星辉起步唔见咗咁啊，但系落好多飞啦咩啊？睇下个出闸位一阵。有个延讯啊，咁啊，请保留彩票啦。应该系延讯只明月星辉啦，系嘛？出闸啊，好似好老旧。嗱，十号码明月星辉出闸。睇下第四型张相啊，咁啊福气多多，咁啊里边就梦幻战士啊。薛恩冇撞我呢只系咪啊？荷花福星。换咗国能嘅赢码，先生骑到赢嘅，我估今日个走势，我就换咗国能啦吓。啊，赢个年龄之星啊，睇现彩衣都似啦，都系同马主嘅。嗯，赛前都谂过，咦？点解喺 C 加三度出击嘅咧？唔系好嚟追，最后赔率都唔错嘅。今日唔係佢晚集啦，明月星輝晚集啦。終於嚟到香港第一場頭馬啦，荷花福星。佢都好亂水嘅，後屘一打邊一重邊，國能咧片嘅啫嘛，不過衝得好行啦啫嘛。之前啊都顯示過佢嘅能力噶啦，晚集都可以追翻好多，慢步速亦都識追，仲等緊袁信啊。请保留彩票。
苏保罗咁啊，唔好操多只啫啊，先赢呢匹荷花福星。荷花，下一场都系热门嚟噶。咁啊，荷花同明出闸都好 sharp 啊，摆咗喺前面啦。暂时睇落去都系前置马着数啲。食多福都是在前面走，總有機會贏木火同明，不用怕，即是跑下弱一點，跑下弱一點對手，那些勁的會升班的嘛。再轉下，可能下次又再轉下啲配備。荷花福星回來福榜，涉及延迅的馬匹就是十號啦，明月星輝。呢場時間就冇咁快喎，1:09.67。頭先嗰兩場咧，時間就快啲。睇翻長廊影片啦。九檔明月星輝，哎呀，佢自己喺度喐喎，只馬原來企喺閘入邊啊，棘住咗，跟住就嚟到依家先走出嚟啊。咁啊，閘箱一齊打開嘅。睇翻前邊咧，頭兩段真係比較慢啲啊。木火同明啊搶嘅，色多福今日都聰明啊，稍稍定住跟翻住佢跑啊。但我當就飛龍降臨啦，莫雷拉嗰只都攝得好靚噶啦，龍鳳呈祥。跟住就福氣多多啦，走外邊咧就荷花福星都二三搭之間嘅喎。入邊內側就夢幻戰士應有好有一對啦，尾三咧就醒目再臨嘅，包咗尾就同歡樂同埋嗰只雙藍旗啊。依場步速都幾慢噶。兩段夾埋47.39秒都慢咗成八線咁多嘅嚇，咁所以後追馬咧就都比較難追啲嘅。咁啊頭馬都一再展露唔錯能力啦，因為佢啊蝕咗慢步速翻嚟後追贏馬噶嘛。咁啊個慢步速啊前面嗰堆啊都有啲賺嘅，咁啊包括嗰只木火同明啦。咁啊今日只色多夫咧就早段稍微揾咗遮擋，亦都賺咗少少步穿形勢上到名嘅。反而莫雷拉嗰只跟前咗啦，翻嚟騎落去，雖然賺咗慢步速，但係騎落去都係反應唔多嚇，始終唔係好夠鋭。咁福氣多多咧就都叫做近嘅，都唔係話好差。咁啊，繼續延迅進行中啊，咁啊，明月星輝啊，睇下次個開閘啊，咁啊，睇下呢只明月星輝起步啊，排喺九檔。黃生呢匹仔啦，咁啊，推近啲俾你睇下咩事咧起步。开，喂，都系自己喐啫，咁啊摆咗两把又卡住，咁啊结果冇出到嚟。要倾一阵啦，最后好似好多马都好近翻嚟啊，双蓝旗嗰啲大冷门都唔系话输好远。啱啱都讲过啦，呢场时间就唔快嘅，慢过标准时间少少。再讲多次啦，涉及延迅嘅马匹咧就系十号嘅明月星辉出闸嘅问题。咪现场熄手灯噶啦，咁啊当出赛马匹啦，即系咧投注嘅就输咗噶啦。啊，等紧正式嘅派彩啦。第三場嘅派彩啦，咁跑第一名就係六號荷花福星，獨贏派31.5元位置派15元；跑第二名八號木火同明位置派32元；跑第三名11色多福位置派45.5元；跑第四名二號福氣多多。三重彩六號、八號、11順序派2697元，單 T 派736元，連贏六搭八派170元，位置 Q 六搭八派66元，六搭十一派96元，八搭十一派225.5元。賽事完成時間1:09.67。三揀一勝出派彩就是 A1 的隔夜熱門派22.5元。四連環二號、六號、八號、十一號派1409元。四重彩六號、八號、十一號、二號順序派20943元。孖寶頭冠九號美軍六號派106.5元，頭冠九號美軍八號派54元。分
段时间头段24秒15，第二段23秒24，末段22秒28，测试完成时间1分09秒67。